Tucker Carlson 播出1月6号的影片之后，全美国都炸锅了，左派生气了， Rhino 也生气了，甚至要求要全面封锁 Fox News。 这个很酷哦，一个自称言论自由的国家现在要封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非常少见的。美国出现的大新闻就是竟然有人敢摧毁 LGBTQ 的骄傲旗，现在全美要来找出来这个人是谁，竟然敢摧毁这个代表美国的旗帜。没错，星条旗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国旗了，现在骄傲旗才是美国的国旗。今天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体育新闻，一名 50-50 一半黑人一半白人的职业美式足球员，把从小带着他长大让他有舒适的生活的养父养母，为了出书说成是种族歧视。各位可以想想看，就是你带了一个小孩长大，一辈子爱他，他长大了之后去说你种族歧视，这样什么感觉？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 Coffee 的会员，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这个频道是100%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在支持着，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翻转这个时代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而且坚持，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还有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抵制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一直被左派侵蚀的话，分享这个影片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加入会员之后，你不但可以直接来支持我们的事工，而且你还可以参加我们 Discord 的聊天室。 Discord 的聊天室是只有会员才可以加入的，里面我们会有固定的课程，我们三个也会主要在 Discord 聊天室里面聊天，因为里面都是绝对支持我们的跟我们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不然就不会加入我们的会员。因为看的人很多，然后想要呛虾然后刷存在感的观众也很多，我们最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彼此认识，创造一个社群，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的话，至少这一群人是跟你有同样价值观的，绝对可以跟你一起渡过难关。特别是现在国际情势这么不稳定，所以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会员则可以去 Discord 里面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上个星期我们新闻报道 Tucker Carlson 在他的节目里面播出来1月6号两个案件，一个是匿名者 Q 的萨满，还有一个是Officer Sicknick 警官其实不是被暴徒用灭火器击中头部而打死的事实。当然这整个民主党看起来就是情况是非常难过的，很不爽，所有的媒体也都很不爽。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是希望我们一直在乎1月6号的，希望我们只讨论1月6号，但是只是想我们讨论那一小段那一丁点他们编造过编辑出来制造出来的1月6号。我们在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媒体还有民主党，他们是事实部门的警察，事实的创造者。那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们常常说谎，绝大多数的谎言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创造出来一个虚拟的事实，使用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来扭曲实际的事实，来创造出来一个可以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画面跟景象，不管是只给部分的画面，不然就是完全不给任何的画面来扭曲事实。他们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事实全部被公布，所有的影像片段全部让大众知道，这个样子大众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方向。他们不想要他们不能控制的资讯被公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参议院多数党的党主席 Chuck Schumer 非常严厉的说应该要封锁 Tucker Carlson 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应该要被禁言下架，还有这些画面必须要被压下去。他们没有在暗示，他就是在美国的国会大厅上面说禁止言论自由、禁止集会自由、禁止新闻自由、禁止出版自由。我们来听听看美国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的画面。 I, so many others who were here in the Capitol,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just furious with Tucker Carlson and Kevin McCarthy today. And he's going to come back tonight with another segment. Fox News should tell him not to. Fox News, Rupert Murdoch,Tell Carlson not to run a second segment of lies. You know it's a lie. You've admitted it's a lie. And Speaker McCarthy is every bit as culpable as Mr. Carlson. Speaker McCarthy's decision
to share security footage with Fox looked like a mista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ut after last night, it looks like a disaster. Speaker McCarthy has played a treacherous game by catering to the hard right. He's enabled the big lie and has further eroded away at our precious democracy. Last night, millions of Americans tuned in to one of the most shameful hours we have ever seen on cable television. With contempt for the facts, disregard of the risks, and knowing full well he was lying to his audience, Fox News host Tucker Carlson ran a lengthy segment last night arguing the January 6th Capitol attack was not a violent insurrection. By diving deep into the waters of conspiracy and cherry-picking from thousands of hours of security footage, Mr. Carlson told the bold-faced lie that the Capitol attack, which we all saw with our own eyes, was somehow not an attack at all. He tried to arg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peaceful sightseeing tour. Can you imagine? When people don't believe elections are on the level, tha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is bold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that has gone on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Yeah, 很抱歉，我必须说实话，很多人不相信现在美国的民主，我们的民主可以选出来一个老人痴呆，我们的民主可以选出来一个脑中风的人。我也不敢相信说我们现在的媒体会说暴动 is mostly peaceful。或许你也可以说就是 Tucker Carlson 也是断章取义啊，也是只是播放那一部分的东西啊。但是人家剪的比你好多了吧，对不对？人家至少播放的没有一台就是警车在那个地方，一栋楼在那边烧，然后前面一个记者在那边说 It's a mostly peaceful protest。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新闻自由，那个时候就是观点的 view。 我更不能相信的是一个参议员在美国的最高殿堂说要封锁一个新闻媒体，一个国会议员教唆一间公司要封锁他的员工，这不但是封锁新闻自由，还是官商勾结的内线交易耶。我很确定这一切一直都是在进行的，但是之前的有这么公开吗？中国共产党要这么搞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哦、共产党在乎民主的进程，新闻透明化，绕一堆圈子，但是也不会直接在人民大会堂那边直接说要封锁吧。我看不出来还有什么比刚刚 Chuck Schumer 说的那一段更攻击美国民主跟自由的了。那各位可以在下面讨论一下哪一个比较攻击民主，一个个人观点的新闻媒体播报员播报出来一个他认为的观点，播放出来一系列的证据跟所有的人的这个证明说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是对民主的攻击吗？还是一位美国的国会参议员在美国的最高殿堂使用他的平台跟他的权力来封锁这个新闻频道？我不知道 Chuck Schumer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觉得，虽然他嘴巴上面说什么他们好害怕什么暴力暴徒好可怕好可怕，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再有一次1月6号的事情发生。他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再被骗进去一次1月6号那样子的场景的话，他们会更高兴。只要看到第一个1月6号之后，他们就可以炒冷饭炒多久你就可以知道了。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什么 Tucker Carlson cherry pick 断章取义，废话，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所以是的，44000多个小时的录影片段中拿出来最好最精华最有观点，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那讲到断章取义，大家要知道这些是之前还没有被公布的画面，也就是说之前已经有画面被公布了，那些画面呢，不就是你们这些民主党 cherry pick 断章取义出来的东西吗？你们在1月6号委员会释出的画面呢，使用的画面呢，用来定罪的画面呢，不就是断章取义吗？你们断章取义的来达到你们的政治目的，然后现在 Tucker Carlson 释出来他的断章取义来证明你们之前下定论有问题，让你们的政治方向动摇了，证明了你们骗了很多美国人两年，这个就是你们害怕的。 Tucker Carlson 释出的影片怎么可能就是谎言造谣，都是同一天的画面耶。或许他们接下来就会说这些画面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什么 I don't know AI
人工智慧画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 Chuck Schumer 说的谎言造谣是什么，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 Jacob Chandler 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有警察跟着，警察还帮他开门。 Officer Sicknick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被打，然后还在国会那边收东西，还指挥交通让人继续往国会里面去。如果你要证明 Tucker Carlson 是错的，他在骗我们的话，你可以公布你的调查结果，你们的44000个小时的影片呢，你们花了2年搞了1月6号的委员会，你们有机会可以证明说 Tucker Carlson 说的是在胡乱的，你可以证明说这是你可以证明的啊。当然白宫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然后这里是 Karine Jean-Pierre 的回应。Last night, Tucker Carlson cherry-picked video surveillance from the January 6th insurrection, severely downplaying the events of that day. He said the mob was orderly and meek and that they were tourists instead of insurrectionists. What's your response to Carlson and to Speaker Kevin McCarthy, who granted him access to that video? Anybody who watched that video would strongly disagree. Anybody who watched that video with their own eyes in a real way and saw what happened on that day would disagree with what was just state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January 6th was the worst attack on our democracy since the Civil War, and we should b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never happens again. And so we are certainly, we agree. I know Minority Leader and Senator Schumer have already said this and would hope that keeping the Capitol and Congress safe and secure remains congressional leaders' number one goal. And that should be our focus. And that should be w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here. Again, it was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of our democracy.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tch those videos and see how horrific it was, see how sad it was, see an attack on the Capitol, which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in 2020. And we got to get down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Again, it was an attack on our democracy. And I'll just leave it there. 基本上他就是连解释都不想解释。那各位也知道我们是怎么看1月6号这件事情的。我不提倡，我觉得这些人冲进去被民主党利用了，中了左派的计，然后付上了庞大的代价。原本 Ted Cruz 跟 Josh Hawley 在 Senate 的这个目标都没了。我也知道当天的确是有暴徒打破玻璃破坏公务，那些人应该要被起诉，那些人应该被定罪关监狱，但是我也知道绝大多数的人是和平的被警察请进去的，跟左派想要创造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想要创造出来的形象就是只要是川普的支持者 MAGA 的一份子就一定是1月6号的暴徒。其实不是的，当下有没有暴徒？有。有没有愚蠢的人被骗进去？有一大堆。我觉得Mitch McConnell 的回答比较适当，让我们来听听看。Given that you agree with the Capitol Police's very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release of this footage, was it a mistake by Speaker McCarthy to give access to Tucker Carlson of this security footage? My concern is how it was depicted, which is a different issue. Clearly, the chief of the Capitol Police, in my view,correctly describes what most of us witnessed firsthand on January 6th. So that's my reaction to it. It was a mistake, in my view, for Fox News to depict this in a way that'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what our chief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here at the Capitol thinks.我真的是很难相信美国的选举系统，因为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共和党的人，在电视上也没有看过，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看电视，我基本上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喜欢 Mitch McConnell 的。民主党的人也讨厌他，共和党的人也讨厌他，但是他却可以一直在共和党里面有一个领导的地位。 I don't know why， 但是我这边必须说他跟 Chuck Schumer 说的并不是一样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愤怒，说这个老乌龟根本就是跟民主党同流合污，根本是同伙的。Chuck Schumer 说的是要下架、封锁 Tucker Carlson， 但是 Mitch McConnell 说的是我不认同 Tucker Carlson 播出的内容，不是我当下的经历跟感受。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你怎样感受是你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帮你感受。这位老乌龟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永远都不意气用事，他永远都很稳，他做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非常安全的，左派不得罪，右派也不得罪，所以没有人恨他，但是也没有人喜欢他。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人物。我了解大家看完上一期播完了之后，会觉得就是1月6号那些人全部都是无辜的，但是不是的，的确是有人打破玻璃，的确是有人破坏公物，的确是有人对着警察喷这个防狼喷雾，的确有人闯进国会，也的确有人攻击警察。所以我们不能跟左派一样全部以偏概全。 Tucker Carlson 在节目上面只说了 Jacob Chansley 是无辜的，还有 Sicknick 不是被打死的，只是这个样子而已。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无辜的人救出来，不守法的人抓进去，这个样子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我们最主要证明的是民主党刻意的抹灭证据，刻意的造谣，炒了1月6号两年，只为了关押政敌，夺取权力，这些是非法的，才可以把他们定罪。如果只是意气用事，就很有可能再发生一次1月6号，很有可能再被民主党利用一次，因为他们是无耻的，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可以随便定你的罪。接下来这个新闻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全国同心协力来面对才可以。至少新闻是这样子跟我们说的。我不是在讲火车脱轨释放毒气，也不是在说1月6号的影片释出来证明民主党在使用政府的武力在关押一群无辜的人，也不是在说 FBI 现在说这个新冠肺炎是从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流出的。 No， 这个新闻比所有的新闻都还要重要。A community hit by hate when a man leaves tire marks all over a pride flag painted on an intersection. Residents around the area speaking out in disgust. Seven's Danielle Garcia is live in Fort Lauderdale with more on the search for that driver. Daniell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Lorena. That mural right behind me was unveiled just about 20 days ago. Already it's been damaged and covered with skid marks. The community here is saddened, as you mentioned, but they are planning to redo it. In fact, the cleanup process has already...一面骄傲旗铺在了柏油路上，出动警力、调查小组、全国新闻报道，因为竟然有一个人可以有胆子把车子开过一般车子可以开过的道路。 OK， 这个人经过竟然没有下来对这个旗子敬拜行圣礼，这样子多么不尊重这个别人的性癖好跟这个心理变态的这个神圣性啊！如果今天这是一个美国国旗的话，当然这不会是一个新闻，警察也不会在意。如果这位司机是边自拍然后呢边烧着我们的星条旗的话，如果有任何媒体在意的话，绝对是会称赞这位司机。但是这个事件，这个 hateful act of violence， 暴力的仇恨事件，现在是美国全国的大新闻。因为我们在上掌权的人认为说，这个六色的骄傲旗外加上一堆变性人啊、黑名贵的这个标志，才是真正的这个国家的国旗。现在你已经不能在一条道路上开车了，因为上面漆了骄傲旗。如果你开过去的话，就表示你不尊重、没有同情心、没有同理心，甚至是在杀死那些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仇恨犯罪，这就是一个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的国家的样子。当我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小心的。我们常听到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使用authoritarianism 专制，我其实不太知道专制的定义，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专制会是一个贬义词。专制其实就只是你在说，当你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你用你这个权利来控制你管辖的这个范围。任何国家、任何的州、任何私人公司、任何的家庭都是专制的。但是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的意义就是，极权表示这个主义是要贯穿到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层面的每一层才可以，没有任何的选择，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所谓的私有空间、私有财产、私有物品，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被控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跟随着执政者的方向才可以。包括你开车，如果你开车的方式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就会创造出了一个调查小组，还有全国新闻大篇幅的报道。Chris Rock 就是之前被那个 Will Smith 赏巴掌那一个，最近在 Netflix 出了新的影集，他上面讲了一段极权主义是什么样子。You know, I'm coming from a neighborhood of the American Cinema, my good friend Fred.
years. Haven't seen him in years. Fred got a new job at AT&T. Okay? So I'm like, hey, Fred, how's the job? And Fred's like, oh, I love the job. It's a safe space. I feel seen. I feel heard. There's a lot of diversity. And I look at it, I'm like, no, it's me.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极权主义的象征，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偷偷的录音，每一个人都在互相的当廖杯啊，每一个人都在 full of shit。 人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里面的时候，互动的方式就是认为四周都有窃听器，不只是在公共场合，连在私下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极权主义是鼓励人互相剥削、互相背叛，父母被鼓励要背叛儿女，儿女要鼓励被来监视父母，人跟人之间不可以有直接的信任跟关系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应该是人跟政府而已。这就是集权社会的运作模式，而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那个样子，习主席是太伟大了。还有就是啊，不同意的请举手。袁腾飞骂了毛泽东几句之后，突然人间蒸发，出来之后就完全变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没有人敢批评政府的样子有多可笑，而且有多可怕。但是在我们美国或在台湾自认为这些自由的地方，反而看不出来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Chris Rock 在上面说，你好奇怪哦，你怎么在那边发什么推文啊，然后说什么你自己多觉醒，多在乎大家，多在乎环保，然后在一个中国奴役制度下面做出来的手机上面发推文。现在美国我们也活在一个很荒唐的强迫当中，我们被强迫男人可以当女人，女人可以当男人。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自由派在变性人的议题上面会这么执着，因为在历史上双性人这样的症状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在很少很少的人上面出现。但是因为现在社会的方向还有社会的制度，外加上文化的洗劫，导致越来越多人后天的认为说这个样东西是好的，这样东西是好事，所以刻意的让自己成为这样子有这个样子精神状况的人。根据 CDC 的报道， Z 时代里面五个年轻人里面就有一个认为自己是 LGBTQ 的一员，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社会传染的象征。但是这就是左派一直推崇的原因，就跟1984的那个书里面那个 Big Brother 逼着 Winston 嘴里说出心里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他们如果可以逼着我们说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可以是男人的话，就可以逼着我们说任何的事情。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底线， our limit。 如果你不服从的话，你会失去你的工作，你会被禁止上学，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威胁，你可能会失去家庭。我们就是必须要完全的服从而已，这些都只是目的跟手法。但是就算在极权国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还是知道事实。 Chris Rock 在里面说的很好，另一段他也说到非常棒，他说到基本的权利，生命的权利。 那他那一段讲得很长，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笑声越来越小。这些脱口秀的人真的很厉害，使用玩笑来讽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下是我最喜欢的搞笑的脱口秀艺人 Bill Burr， 他的讲了类似的议题。Pro-choice always made sense to me because I don't like people telling me what to do, and I always just like it's your body. Who the fuck am I to tell you what to do with your body? So that always made sense, all right? However, I still think you're killing a baby. See? That's where it gets weird. It's not a baby yet. That's what they say,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true. I don't know. I'm not a doctor, but I'll tell you, my gut tells m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It's not a baby yet. That would be like if I was making a cake and I poured some batter in a pan and I put it in the oven, and then 5 minutes later you came by and you grabbed the pan, you threw it across the floor, and I went, what the fuck, you just ruined my birthday cake. And then you were like, well, that wasn't a cake yet. It's like, well, it would have been. If you didn't do what you just d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cake in 50 minutes.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at cake, you cake murdering son. 或许这就是同情心跟同理心在背上事实的样子。或许是我太严肃，虽然底下会有一堆人说什么我穿得不够体面。你们是没有看过台湾那些年轻牧师的 YouTube 频道吗？我觉得 Chris Rock 说得很好，我想要我的女儿可以完全控制她的身体，然后底下的一群人这样子，耶，我完全支持选择的自由，耶，太棒了，对，女人就是应该要想要杀多少婴儿就杀多少婴儿的权利，耶，对，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呢。我说的是，就是你在做的事情，我支持你们杀小孩的权利哦。我在解释你的观点哦。然后底下一堆观众，一定有人一辈子没有这样想过。我很支持这些 stand up comedian 脱口秀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理由，很棒的方法。他们就是来搞笑的，他们就是唯一可以公开的嘲笑穿着新衣的国王的那一群人。某层面说，那一群人是唯一的一群人可以跟国王说实话的，然后被砍头的几率比较低的那群人。底下的人就在那边听，我会帮女人付堕胎的钱啊，但是我每次付那个钱的时候，我都要有收据的哦。那个收据就是一个婴儿的尸体，我会打电话给那个医生说，结束了吗？这样子的讯息可以给下面很多的观众听到，很多的观众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一点点的事实就散出去了，在这个荒唐的世代里面。那说到国王的新衣，我们就要讲到美国体育界的 Meghan Markle， 这个人叫做Colin Kaepernick， 我们之前有报道过。但是这么说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的确这个人是极度的有特权，又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长大，是一个黑人，然后在一个白人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非常崇尚自己幻想中的受害者心态。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首先就是 Kaepernick不是在体育界里面的，他在 NFL 里面打了5年的全职运动员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并没有在任何的体育场合里面打球。说穿了，他从2016年之后就没有真正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而且跟 Meghan Markle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需要靠着结婚才可以当一个受害者，他成为一个左派的牺牲者，失去了体育界的地位，当一个永远没办法满足的小屁孩，完全是靠自己。简单的说就是，如果 Meghan Markle 跟哈利王子生下来的小孩的话，应该就是 Colin Kaepernick 这个样子的人了。这个人有 Meghan Markle 的这个自恋还有自残的心态，外加上哈利王子背叛家里这个能力，没有错，这个人为了红残害自己的家庭，把好心把他养大这对这个 Kaepernick 父母踩在脚底，只为了当一个受害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Kaepernick 是一个混血儿，是来自一位黑人的父亲以及白人的母亲。然后他小时候，这个黑人的父亲就弃他们母子而去了，他妈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养他，所以就把他送出去领养了。一对富有的夫妻叫做 Kaepernick， 领养他，给他很多祝福，舒适的生活，支持他，爱他，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被他一直以来爱的这个儿子指控种族歧视，成为了左派政治武器攻击的对象。因为他儿子出书了，说他的父母一直强迫他要走他们父母认为正确的道路。你可以想象吗？父母强迫孩子要走正确的道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不孝子为了卖书做的事情。Who's spreading a message of empowerment in his new graphic novel, Change the Game.
written with author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fessor Eve L. Ewing. I love how you depict yourself in this book, not as some big shot hero, but as a shy, insecure high schooler like we all were. I mean, I'm speaking for you, but. Yeah, absolutely. Growing up, I think still am a pretty introverted person. I hope it's true to form, and that's just kind of how I navigate the world. It's his true high school coming of age story, his journey embracing his blackness, despite resistance from many, including his white adoptive parents. I know my parents love me, but there were still very problematic things that I went through. I think it wa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no, this can happen in your own home, and how we move forward collectively while addressing the racism that is being perpetuated. He took cues from his icon, basketball star Allen Iverson, who he said wore his blackness like a suit of armor. And teenage Kaepernick wanted cornrows to match. He's getting what roles, his mom asked? Oh, your hair's not professional. Oh, you look like a little thug. Your mom said that to you. Yeah. And those become spaces where it's like, okay, how do I navigate this situation now? But it also is informed why I have my hair long today. The grown-up version of Eve wanted to go back in time and give young Colin a lot of hugs. And I was really moved and saddened by the level of kind of self-awareness that he had to develop at a very young age without a lot of guidance. 我当然不会帮这个人类垃圾找什么理由，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他被洗脑的多惨。那他对他的父母的抱怨是什么？他父母爱他，接纳他，抚养他长大，给他舒适的生活，支持他一直到他可以去打 NFL。 他的父母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只要因为他指责了他的发型，所以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就是种族歧视。他为了这句话恨到现在，到现在都还坚持了他的发型，只因为他的父母的在他青春的期的时候叫他不要留那样的头发。我对于这段话其实也非常有感的，因为我妈跟各位观众一样，对我的发型是有说不完的不爽。我相信每个父母应该都有念过自己小孩的发型，不管是什么种族，白人、黑人、黄种人、墨西哥人，只要小孩有经过青春期，爸妈就一定有念过自己小孩的发型。如果你不听的话，就会跟我在节目上一样，说什么我的发型会使人跌倒。那我的发型会让大家跌倒的原因，其实最主要是怪我自己。因为各位如果在高中的时候认识我的话，就会知道我妈是有把我打昏的。OK， 那天我是翘课，在家里玩电动，我妈看我头上那一撮头发已经很不爽了。她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在电脑前面，旁边有一个那个 standing light， 她直接拿起来往我头上敲。我整个人倒在地上，模模糊糊的看到我妈生气的跑到厕所里面拿一把剪刀过来，把我头发唰就一把剪掉。所以 CBS 什么时候访问我？我觉得我的故事比他精彩多了。 OK， 我的童书的合约在哪里？我来解释我受到攻击，我是如何走出来的，这个坚韧不拔的故事在哪里，让我有这个出书的机会在哪里。当然就算我有这样的机会，就算他真的是给我很多钱叫我出一本这样的书，我也不会愿意。因为我宁愿活得很穷甚至无家可归，我也不想要公开的诬陷我的家庭，陷害真正爱我的人，只为了得到钱而已。这个世界上赚钱的方式有千百万种， Colin Kaepernick 的方式是最恶心的。他卖掉他自己的正职，贱卖他自己的家庭，来去得到受害者分数。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出来， Colin Kaepernick 这个受害者身份完全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在舒适的环境下面长大，变成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球打得不怎么样，所以他改行成为一个社会正义的民运人士。简单的说就是他原本打得好的时候都没事，都是世界和平，到处都是独角兽跟这个彩虹。然后他突然打得不好了，他被长期放在板凳上面了，这时候就变成种族歧视了。透过这些种族歧视的这些东西，他得到了财富跟名气，远远超过整个 NFL 可以给他的收入。也就是说，他身为黑人的身份并没有让他的这个人生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反而他使用黑人的身份无中生有的骗取了更多的财富跟名气。这就是一个没办法推翻的事实，一个无争的事实。如果 Kaepernick 的人生的故事是跟他现在的人生一样，但是他今天是个白人的话，全白 OK， 就是放弃他们母子的这个父亲是个白人的话，他现在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没人要的四分位而已，薪水大概只有他现在的分数，
不会有任何的合约，不会有任何的 book deal， 不会有任何 Netflix 的影集，最多他就只会在 ESPN 上面偶尔出现，跟其他几个记者在那边说 NFL 现在的球员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讲，他的年纪跟他打球的程度通常都已经退休了，可能开一间餐厅，开一间鞋店，或者是 那些职业球员退休后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肤色，因为他的种族，他帮他起开了各式各样的门，让他可以比更多的人都还有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100%的白人的话，会比他现在这个50%的白人过得惨很多。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来讨论这个种族歧视，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胡扯。这个新闻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感恩的心。因为缺乏感恩其实是这个世代这个文化的一个疫情，是一个这个世代独特的症状。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感恩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运作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前一代的人的感恩，上一代的人带给这一代的人拥有的一切。而且这个感恩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就是我们家庭最直接的受益者。但是不只是家庭，还有包括我们的国家，还有建立我们国家的制度的这些人。当然这不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假装说我们的家庭是完美的，或者是我们的国家是完美的。感恩需要的不是完美，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之前的人为了我们建立了多少，他们牺牲了多少来带给我们这个样子的生活。这个样子的认知就会让我们有尊重还有信任，而这个会让我们谦卑。一个真正感谢的人才会得到快乐。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没有 Kaepernick 的养父养母的话，他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不是美国人的话，他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去除他的养父养母，去除他是美国人的话，他的生活有可能比现在更好吗？说穿了就是不可能。他现在很可能活在赤贫当中，很有可能他早就死掉了。但是他那个样子的人永远不会了解到这一点。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左派的人永远都不会了解到这一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一切全都是他人建立的，他们永远都没办法感谢。因为感谢这个东西是摧毁受害者心态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一个受害者能得到的财富比感恩的人多多了，但是因为他们永远没办法感恩，他们就永远没办法得到快乐，永远没办法谦卑。所以 Colin Kaepernick 说的没错，美国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非常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创造跟他一样的人。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